啊，这是在这个是守规矩之下做的东西，这再打起来就是进去，一点就进去，我就进去了。你看，首先一枪，就连这些连这边都进去啊，就是三点，看，刷你，刷你，我们先练这个基本功，以后我们就慢慢练这种练步伐的粘连。后面解释叫做修帕克，这个对于这个拳术的，对于这个西洋拳术嘛，是蛮好的东西。我答应了。修帕克。我回去自己练，有自己有办的话啊，自己找办练；没有办的话就自己单练啊，单练从一到十二，一到十二，二三四六，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6 1 2 3 4 5 6变大架子，人气智慧好像是变成小架子，这是我们武术上常说的变大用小，变法跟用法是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变大用小，小姐们也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，可以往这样来不及了，这么下早就去打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啊，来，从头来，就他这样前进来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进来。啊，看见了。嗯，再站住，不着急了。这个都是东西。没有，大家就不一样。想要有打的呀，我们练的。再进来。对。再进来。不要假冒说，你看，接，把他这个情况再进来，再进来，我们老师大概时间，当你，不行，今天要找你，没有嘞，好，中间的那个动作步骤，不是一定说要一接到十，一接到一接到七，或者二接到五，我们老师就是随机应变，对，电动机一定要找规范，不规范没什么。